要就赶快，有兴趣赶快去。啊，我对，大肠僵尸大肠。各位老师，大家好，我跟小穿着大红色的洋装，哎，就是要祝福大家业绩一路长虹，一路。老师，大家好。小姐姐吉祥物跟我跟各位 say hello， 又是开心来到我们的一周一会。我这个开心婆婆实在是有够怂的啦，怂表表，人家叫做夏都文旅啦，不是夏都饭店，叫夏都文旅。兄弟们，大家好，我都有注意，大家都不度孤，整天都不度孤，给你左右邻居一个掌声好不好？今天真的很优秀，入了宝山千万不能怎样怎样，入宝山绝对不能空手而回。那我跟各位老师分享的是，安禄山事业就是一座宝山。今天各位老师投资了一天的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对吗？对。我不相信大家会傻傻的愿意来这边做一天而没有收获回家，那所以我相信呢，从早上的宝哥的财务管理，怎么运用安禄山的收入来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应该这样说。那这个拥有一个呢丰富的人生，我想再加上那个很多的一些形象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下来。今天如果在这一刻你回去认真的回顾一下我看到大家都在做笔记那你只要其中有一句话或一个观念你带回家珍惜它开始使用发挥你今天的做功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呢认真的态度带回去立即使用，你的速度会很快很快的就拥有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心中的一个安禄山优秀地区本部这样的一个位阶，很容易很简单那这个容易跟简单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今天这一刻走出这个大门，你下的什么决心？那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誉心。你期待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伙伴，能够以你未来的成就为荣。必须先把荣誉心找出来，才会提升自己的企图心。不要让自己我安慰的喝我就这样一辈子了，就让自己简单的不知不觉的陷入了舒适区，那这样的人生就太过可惜。所以呢，回去之后开始你下你优秀地区本部的目标，然后开始寻找你的一个上线老师公司的一个专员的一个协助，开始计划你晋升优秀地区本部的一个这个工作计划。剩下的就是工作列出名单，然后排出满满的工作这个开始下现场执行工作，带着满满安禄山的热情热忱就是要去把安禄山这么优质的产品，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企业里面呢
好好的发挥。那深深让我感动的，除了他的产品，除了他的理念之外，很重要的他的精神，各位老师一定要切记，一切的努力一定要回到这个出发点。什么出发点？先益后利，敬天爱人。当你充满荣耀的时候，这两句话要在你的心中。当你觉得很挫折很挫败的时候，这两句话也在我们的心中，这样你就会越走越快乐，越走越顺畅。记得先益后利，敬天爱人。这个事业的一个本质就是先成就别人，先帮助了别人，才会成就自己。我记得协理要我做这个影片子的时候呢，我跟陈大哥呢，我们两个人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找出相片，陈大哥帮我录制，帮我编时间轴。那这整个过程，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希望可以激励大家。但是各位相信吗？最被激励的竟然是我自己，各位相信吗？因为那些老相片多久没出了，没看过了，那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那所以现在各位坐在这里，我们没有学历，没有身份，没有财力之分，你只要相信自己，相信安乐山，相信的力量，就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相信我，安露莎会提升这个事业，会提升全方位的提升，这个产品会让我们变美丽、变年轻，有变较水吧？有，有无？有。那我有没有变健康？有。讲到这里，我更要跟各位讲，三年前10月4号。我在日本大阪出了意外，其实是很艰辛的过程走过来，感谢医疗团队，感谢安露莎这么好的优质的保养品和保健品，感谢我的家人协助我这样走过来。我更看到未来生命的一个价值。我想这真的才是真正让我们的身边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儿女以我们为荣的地方。我想这个是我要讲的，不要小看自己的生命，要珍惜那在这个出事之后，我当然我在成大医院呢重症加护病房，包括隔离病房，整整待了满满一个月。那你想出来之后，当然有相当时间的一个修复调整期。很神奇的是，没有工作躺在家里的时候，竟然业绩成长，竟然人数成长，竟然收入成长。我们给安露莎公司一个掌声。是我必须站出来说的，这是最真实的，我就是一个活见证，对吗？你们可以来看看我当初出意外的那个样子。我因为那个是私密的事情，我没有办法那最主要就是你们私下要看，我当然很乐意啦那最主要就是除了做事业的一个观念、态度、努力那工作量要排多了，工作量等于你的晋升速度我观念我拢会啊，什么货我拢学足济啊，我都无要去做，无去接受人，无去分享，是要安怎拥有成就这是成正比的，你努力越多，成功的速度就快，对吗？各位老师，对，嘿。
爱看短信的标喜，大家都没有心虚。各位老师努力的越多，成功越快，对吗？对。太好了，好，所以就是速度，速度，工作量，工作量，哈，好。那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人际关系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的经营。怎么经营人际关系？只有八个字，各位老师，请你写下来：善解人意，体贴人心。有简单吗？有简单吗？有。字真简单，无介简单。像你讲，你讲起来简单，要做到真正无简单。但是可以的，真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体会。那学会几个重点，要会判断，要会观察，要多听对方的需求，不是把自己的需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就没有办法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人际关系来自于你先协助了对方，获得对方的感动，自然回到自己的生命当中，这才是对的。好，那处处用心，处处努力。好，那记得人就是感情的动物，人就是感情的动物。我们因为是有温度的，所以更需要储存情感的账户啊，多跟人连结互动。好，虽然不能常常，因为疫情关系不能像过去那么样密集的见面，但是透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关怀，这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个，拜托要有幽默感，太好耍了。我就感觉我今天讲到吼，上严肃，一点也都无好耍。其实我本质是足好耍的，吼，就是讲一寡较轻松的、人听会落的话，吼，多轻松一点，吼，多轻松一点，吼，搞好人际关系，最后的决定胜负，切记切记，好，这就是我今天最后给各位的一个提醒跟祝福。